蛇。不知道怎么，会想要吞蛇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妙哦，我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唯一的劲敌是鬼鬼。我只有一个，还有三个嘛，那我三比一。万一还是他拿的话，你会傻眼的。他马上大社会就没天理了。我来看看。哇，这很紧张，你知道？我来看一下。只有两位，是瑶瑶啦。恭喜最佳效果奖。谁？真的是不公平！鬼鬼，耶！我真的不开心呐，我明明就一个。对啊，明明就是瑶瑶，骗人！明明就是瑶瑶嘛，明明就是瑶瑶嘛，刚救我！自己要玩这个问笨蛋游戏，好，恭喜瑶瑶。你如果弄一个白色那个包头的，就是萧亚轩那集了吧？哎，对啊，头那个，对，感想是什么？我忘记我有做过这些蠢事了，我真的忘记。你超多蠢事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最近受到很大的打击。怎么说？因为就是我们即将就是要跟男生一起的那个合作的东西嘛，就我要跟威廉一起，我在那边跟他通电话哦。我就跟他讲说我的 idea 的搞笑 idea， 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就是你知道穿很好笑衣服，这样就很好笑。他说，你的点很低耶。被威廉打枪。然后他说，好，就是这个，那你的提议就当我们的下下策好了。他的提议被人家当备案。对，他说当下下策。那威廉好笑的到哪里去？我不知道，我脸就垮了，我内心受创。哇，所以你还是要跟他合作吗？对啊，希望不要是下下策。期待啦，期待你们合作的好笑的事情。好，好直接。哎呦，这好难哦！快点，加油！加油！预备，预备！拿前面一点，拿前面一点。预备 ，Go！ 加油！这一定夹不到的。加油！这边，快点！他很乖。有啊！滚啊！飘下来给你夹的，对，而且他已经飘走了，然后你在，你还有快到，我刚真的觉得我要夹到了，没缘，继续为明年的黑社会制造效果，好不好？谢谢瑶瑶，谢谢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最瞎表演奖入围的有，最瞎演出奖入围的有，勇兔徐老师带动唱。瑶瑶、小蛮、小杰，女 F 四。丫头小杰告白狗狗舞。感觉如何？其实我那时候还是坚持这表演是好的，然后是小杰说他自己觉得很瞎。哇，你这坚持是错的耶！真的。哇，还有一个椰奶的是你们。我好怕回答这一题哦。你是椰奶的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椰那边还蛮好笑的、啊。小杰那边。对，小杰那边蛮好笑。不过当初我们因为很急着这个表演，但我们又想说要好笑，然后因为有瑶瑶在，所以就想了一个女 F 四的桥段。好笑哎、欸，这个笑点很好笑。好，来得奖的。所以得奖代表最瞎。最瞎。是不是好害怕？我好害怕、喔。好，直接宣布了。真的嘞！我哪里瞎啊？下来！明明就他们
还要抱小猫和瑶瑶，而且你妹妹好，可恶，张小姐今天没来，不然她也可以得这奖哎。因为张小姐比较喜欢，拿钱往好的方向想，啊、也是啦，可以夹钱吃。但这表演确实下次要改进了，哪有东西、啊？太瞎了啦，对啊，只能夹一个啊，只能派一个夹，不是可以夹三次？没有夹三次，经济不景气，那很难夹，根本夹不到。三次了，三次，好好好，一个一个，我先，我先，加油加油，这好难哦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反面用反面，我要试一下，这比较卡，这比较卡，好，好，来准备哦。你那刚刚已经这样子算的，原来有时间静止的感觉，好，那个很夹，你要夹到，太可恶了，好难哦。我这也是一招，先顶着，好，再这样，怎么会那样？他挺住嘞，好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要加油，加油，快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快点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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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顶着。手不能碰！哇，恭喜！直接放到口袋里了。谢谢。太棒了！这招不错。加加加！夹不到嘛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第二次了。顶住！够！小萌获得1000元奖金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怎么讲？接下来呢是木头娃娃奖。木头娃娃奖入围的有：糖果放空篇。就是只说一个东西，就是可能他先看过某部电影，然后他会想要打那个心得，然后他就打说有雷文，就是让还没有看的人就是知道说，哎。里面有那个电影的内容，他就可以不看，就可以带了。小蛮表情定格篇，交通费6000，手机费2000，房租8000，总计是27000。我觉得我算省的，还有房租哎，还有房租，加上房租27000，我房租就已经8000嘞。可是你是跟妹妹平均吗？这个就要看看我的，要看看他的房租，为什么你才5000？汉娜无动于衷篇。就是像那个妹妹，他们有时候就会开始聊一些我觉得还蛮无聊的话题，但他们却聊非常有劲，然后就想说，就已经一大早想要安安静静化个妆，他们就像类似他们的话题都是非常吵，吃的类似，比如说什么啊，我的导针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开始幻想他喜欢的日剧男主角，刚刚都有定咖了，侧路吧，而且感觉他那边自己的时间冻结了，不会动，要其他人都还在动，韩国你在想什么？